Hello, everyone. I'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to Caring's Women in Motion talk here with Chinese actress Zhou Dongyu, who we're very lucky to have with us today. Saying hi to all those out there who are watching via live stream on both Weibo and Facebook for this very special first attempt at a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Women in Motion event. And so, 大家欢迎来到就是开云的跃动他影。 论坛，我们现在今天有周冬雨女士陪我们一起聊一下，就是欢迎大家在微博还有在Facebook上的观众，所以我们先用中文开始，然后会换到英文，有机会给国际观众也用英文来回答几个问题，所以先从我想从你刚开始的那部片子，就是你第一部《山楂树之恋》，还有你之后的《七月与安生》这两个电影，你里面演的角色特别不一样。 就想问你平常会被什么样子的一个角色最吸引呢？就是你接受项目的时候是会看到什么才会让你觉得你想进入？我觉得好的故事吧，好的故事是第一位，然后好的角色是第二位。对，因为如果一个好的故事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剧本，然后可以让大家去感动，去感受这个电影真实的它的含义。 对，然后如果是一个好的角色的话，它可以，让我觉得，觉得很幸运，然后可以让我去感受这个角色，然后去用这个角色去跟自己结合，然后去传递给大家一些，电影想要传达的东西。然后同时我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跟这个角色相互学习到了很多。每演完一个角色，我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变得长大了一些。对。 你平常会想要选择一些比较跟你本人贴近的一些角色，还是你想要找一些特别会挑战你就很不一样的一些人物？其实就是因为演员嘛，他想要做的肯定是更多的挑战。我就是希望故事能够真的很吸引人，然后同时我的角色也有很多的挑战，这样我会觉得生活更美丽，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好的故事很难得，因为现在越来越。 难得会有一个好好讲故事的剧本，对。然后如果角色又是很好，我很想去挑战的，那就好上加好，对，就是很幸运。那你差不多是这一辈子都在这个行业里长大了，因为你第一部片子出来的时候你还算是高中生，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演员，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职业对你的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变化呢？其实你刚才说一辈子，其实挺。 对，一辈子有多长，我到现在也在想。对，因为我也是，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拍电影也才9年这样子。因为我是9年还是10年，差不多约等于10年这样子，9年多。对对，所以一辈子不敢说，接触了9年，觉得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对，真的还没有到说有过很多经验可以指导别人的这个样子。对对对，只是自己还在努力感受和学习着。 那你当时开始的时候是为什么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呢？它是怎么吸引到你的？为什么当演员？当演员其实从来都没有想过，真的。而且也不觉得自己是有多么的美丽，然后多么的与众不同。对，只是觉得自己就普通人的样子。所以当时觉得自己能当演员，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对，很感恩这份幸运，感恩就是很多帮过我的人，然后前辈老师们。 对，<笑>那你觉得就是当演员这个职业当中最难的一部分是什么？对你来说最挑战你的是什么呢？挑战我的最难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很多就是我们根本没有接触过的人物，然后就要把它演出它真实的样子。就比如说我之前演过一个智力有残障的小姑娘，她是生下来，智力就是。 有一些缺陷的，所以他的年龄是20多岁，但他的心理年龄永远都是10几岁，对。但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的群体和孩子们，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很着急，然后但是我要呈现出我就是这么一个智力有残障的小女孩，然后心理年龄10岁，然后自己的真实年龄是20多岁，所以我当时看了好多好多纪录片。 对，去感受它，去感受这个人物，希望可以给大家呈现出一个，这个角色真实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难，因为你要经常去接触和要去表演一些你没有接触过的角色。
所以你平常都会做很多就是调查或是自己的一些参考吗？就是之前你怎么，你平常自己怎么进入一个角色的？ 因为前辈们都说要做一个纪录片式的演员，因为纪录片就是记录真实的事情嘛。虽然我就是觉得当一个纪录片式的演员，我还在努力中，但是我可以看很多纪录片去了解，更多真实的事情。对，那平常你会多大于参与这个创造角色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导演给你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完全听他的吗？还是跟着剧本来走？还是你会自己做一种二度的创造，自己把你自己的因素放进去？你比较偏哪一方面的？其实我觉得二度的创作我是没想过，对，因为我觉得一个剧组它是有很多个部门的，而且是大家由大家一起创作的。 比如说服装、化妆、道具、导演组，所有的各个部门，大家一起去创作这个电影，而不是我一个人去二度创作，是吗？对，是大家一起创作。能说一下你之前跟哪些导演合作，你觉得特别爽，或者是你记得，就记忆力，就是比就你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笑>因为我出道，因为我在这个行业也就9年多，所以。 演过的片子也是很少，所以我觉得跟我，然后我们一起合作过的导演，他们真的都让我很记忆深刻。对，比如说我的恩师，张艺谋导演，他带我进入这个行业。当时我只是一个高中生，然后即将要高考，面临着高考，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我的方向、人生方向是什么，很迷茫。然后后来他就把我带到这个行业，让我演了他的第一个电影。 张艺谋导演，然后紧接着我又演了一系列，就是影片有那个 Derek， 还有99制片人，还有我想一想啊，还有记忆力不好，虽然没演过几个，我想想还有那个李少红导演，还有一系列中国的很优秀的导演，对对对，他们都帮了我很多，还有陈可辛导演。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然后有这么多前辈愿意给我机会，然后帮助我。你有跟女导演有合作过吗？对，女导演。紧接着我要说，<笑>对，想问一下，就是跟一个女性导演一起合作的话，会有什么样子的不同的一个感觉呢？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就是导演演员的关系。对，而且我觉得我合作过一个女导演，她叫刘若英，她自己也是一个很出色的歌手，也是一位很厉害的演员。 对，但是，在他当导演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出来他是一个，因为他我演的他的那个片，他是一个第一次执导的一个影片，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把现场所有的每个部门照顾得非常好，大家都觉得很服他，觉得他很厉害，然后他把自己的执导的影片执导得也非常棒，对，然后在我们我不知道在中国票房当时是。 非常的好，对，然后大家也很喜欢那个影片，所以你觉得做演员的这个经验跟一个女导演跟一个男导演也差不多吗？还是你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有所不同？其实我觉得就是导演啊，没有会因为性别的不同而区别对待，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对，我觉得就是全世界大家一直在看看你。 一直在讨论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女性导演，没有更多的女性导演的作品。你觉得在中国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什这个也是全世界的一个现状吧？但是在中国也存在。你觉得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有更多的一些女性在幕后的做这种幕后的工作呢？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现在就大家就在进行着。 然后有很多女生，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女生的，就是摄影师，因为机器真的很重，但他们扛起来，就像这个机器很轻一样，然后没有任何就是跟男女会有分别，就是一样在努力的工作，认真工作，所以我根本没有看出来男女会有区别。然后我觉得以后也是这种现象会越。 会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我们会发现更多女性的身影，然后和男性的身影，大家一起工作，然后把这个电影这个行业做得越来越好。对对对。
我知道你在你最近的一部艺术片《阳台上》，你也有制片人的这个身份，能问一下就是这个是怎么来的，然后你的这个经验如何，做制片人怎么样？因为我很爱胶片，胶片算是我的一个梦想，然后很想尝试胶片电影。那个电影叫《阳台上》，它是张猛导演执导的，然后是一个很厉害的中国的导演，然后它是全胶片拍摄。然后胶片的质感让我觉得很向往，然后让我觉得看到自己在胶片电影上觉得真的很幸福，然后心里的满足感很足。然后就是为了，其实做制片人就是为了想要支持胶片电影，因为现在胶片电影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倾向于用数字去拍摄电影。对，但是我觉得胶片的质感和它可以永远留在胶片里这个永恒的意义是任何东西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我想要就是付出一点自己的就是小小的力量去支持这个电影。对对对，理解。那你觉得现在中国年轻导演会对胶片比较感兴趣吗？还是这算是还是一个奇葩，就是一个中国电影用胶片的这个，你觉得大家还是在这个互联网 digital 的这种状态吗？还是你觉得你在你的这个工作里有发现大家也对这个东西很热爱？其实我觉得电影人我们都是爱胶片的，因为我们始于胶片。对，但是我觉得数字电影和胶片电影他们各有各的好，每一个都不可以都不会就是去挡掉另一个它的闪耀，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数字电影还是胶片电影，他们有各自的好，然后我们都很喜爱。对对对，然后我最近挺喜欢胶片的，然后自己也买了一些就是那个 Super 8，就是8毫米，就是自己拍的那种，就像一个小手枪的那种复古的那种摄影机，对，我觉得很酷，然后自己也囤了很多胶卷，对，在 eBay 上买。那说明那你自己之后也有这种当导演的想法吗？其实我觉得各种不管是摄影啊或者服化道啊各种部门的知识我都想了解一下，因为我觉得会对演员有帮助。那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是想这个先努力做一个好演员，因为毕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别的，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去试着玩一玩，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那个现在就是那种胶片摄影机很好玩，然后长得也很好看，也很难买现在，所以你知道吗？对。然后但是主要是拍出来的质感就很好看，我觉得我很喜欢。淘宝上买，淘宝应该也有。是，那你自己的在你会对就是幕后的这种工作越来越兴趣感兴趣吗？淘宝有很多胶卷，对，我刚买了。所以但是你还是觉得演员做演员为主，就是说你自己的对你自己的事业的这种变化还有发展的看法，你还是觉得对对，现在主要对，因为现在毕竟才我27岁了，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年长或者是年轻了，所以就觉得或许可以尝试点新的东西。对，但是还是会以做演员为主。那能不能聊一下你比较佩服的一些厉害的中国女演员，你最欣赏谁呢？巩俐姐姐，还有对，还有子怡姐姐。对，因为我觉得她们真的很厉害。好，然后直到现在我觉得就还是有时候喜欢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无聊的时候或者是有空闲时间的时候还是想喜欢翻一翻以前他们拍过的影片或者最近他们的影片。对，其实我是他们的小粉丝。对，你最喜欢的一部中国电影里的一个女角色是哪一位呢？也是他们演的吗？对对对，他们是之一。其实我喜欢好多。对对对，最喜欢子怡姐的那个《卧虎藏龙》。对对，还有对，还有那个就是巩俐的那个巩俐老师的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对，这样子。哇，那你希望还有他的少年汉尼拔。对，就是喜欢看电影，平时没事了就是看电影。对，必须的吧。那你觉得哪一些你觉得哪一些片子你觉得现在女性的角色在电影里，在中国电影里会就是这种角色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吗？有越来越多的多样性吗？还是来说我们如果你是个女演员，你的
选项目的选择也只有那几个，就是说，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女性角色呢，对对对，我觉得是的，是的。现在我觉得电影，不管是角色还是故事，都越来越多元化了，然后可尝试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而且，我觉得近几年的电影，尤其中国电影越来越有风骨了，然后，女性角色也越来越就是多样化，然后个性化，对。就是会让观众有更多的选择，然后观众也越来越喜欢去看电影，对。能举几个例子吗？几个例子？几个例子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工业电影现在也是慢慢的就是变得越来越好了，然后还有一些爱情电影啊，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特效，那些商业片的特效也变得越来越好了，对。所以对中国电影还是发展的特别特别快，对，我觉得进步很快，然后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的学习的情况也是越来越好。我记得之前就几年前在一个采访里你有说过做演员是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职业，然后你都说了一个什么我都随缘，我就想问你，你还是有这种态度吗？还是你觉得你还是这样认为吗？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一直认为的就是角色选择了演员，然后故事选择了我们是否可以去演这个角色，所以我们不能辜负这种期待，然后不能辜负大家的意愿，所以与其是去想一些就是是不是被动或什么，不如我们去想一想自己是否能承担这份责任，对对对。那你觉得那怎么说呢，就三十年前当一个女演员，在三十年前我今年跟现在来比，我今年二十七，我就说之前跟现在就是在一个就是在片场上做一个女性的一个演员，你会怎么，你觉得有变化吗？就是中国电影现在跟之前像巩俐年轻的那个时代，你觉得他们就是这个职业有什么发展呢？发展就是我觉得可能技术方面越来越好了，然后各种方面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了，然后但是不变的是大家对于电影的这颗心依然就是很赤诚，然后很执着，对。那你觉得那你现在在做些什么呢？你现在在正在准备？但我觉得以前的经典的电影我们很喜欢去学习，然后去继续的继承，然后就是让之前好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对，然后比如说之前不够完善的我们会越来越完善，对。那再问你，就是你现在在准备一个什么样子的项目给我们看呢？就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呢？现在我正在拍摄一个电影，对，是还是就是带我入门我的恩师的电影，对对对。你比较你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项目的希望吗？比如说想演一个科幻，想演一个像女性 superhero， 想就是还是想要做就是这种艺术片为主，还是有一些什么角色的梦想吗？对，其实我是拍艺术片，第一个电影是艺术片，对，所以对艺术片有着一些别样的情感，因为第一个作品接触的就是艺术片，所以很爱很爱艺术片，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各种角色作为演员这个职业都应该去尝试，对，而且我觉得演员都是想要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挑战，因为挑战越大然后可以挖掘我们更多更多的潜力，所以我觉得如果好的故事或者是好玩的剧本我都想去试一试，因为毕竟我觉得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并没有说必须特别想尝试一个 superhero 或者是一个文艺片女神的样子，就是想要都要去试一试，对对，因为我觉得路还很长，需要进步的东西还有很多，就像人生一样，我觉得我们需要接触不同的各种的人生阶段，然后去让自己的人生经验越来越丰富，然后以后变成一个 elegant 的 woman。 对，那你有像走出国门的这种想法吗？还是希望吗？其实我知道你英文也很好，所以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想要去喜欢旅游，对，所以特别喜欢去各个地方。我的愿望就是
其实跟大家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也有一个环游世界这么一个愿望，其中之一愿望，所以想要就是有生之年可以走遍所有地球的每个角落吧，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候就可能需要说一些语言什么的，所以为了旅游我学了点英语之类。对，因为我之前经常在机场迷路你知道吗，就很着急。对，就是这个，因为我方向感很差。那你觉得就是最近反正我们都知道有流浪地球它在国外也有一点对这种成就，你觉得之后就是中国电影会需要个什么样子的电影才真的走出国门呢？或者你对这个有期待吗？其实我很期待，对，我很期待未来中国的电影它到底会是多么多么的好。对，所以我们 will see。 对对，所以还是要看。对，但是我现在觉得已经是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很为自己的国家骄傲，然后很为自己可以做演员感到幸运。对，每天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这个行业努力工作。对，那你在加拿大有机会去看片子吗？看啊，你说来到这儿有来这个电影节有没有机会看片？自己平常自己看电影的时候你最喜欢看哪些种类？因为我有很多就是帮助过我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前辈，他们每一段时间都会给我一个那个片单，就各种电影，他们觉得好的都会给我，不是只是一种类型的片子，因为他们跟我说，毕竟自己是在这个行业，所以要了解所有的这个行业的，做功课，对，做功课，对，所以这次就很遗憾，因为。就是明天一早就飞走了，昨天晚上刚到的。对对对，因为时间真的很紧，这次希望下次可以来，可以多待几天，这真的是我的一个梦想，可以多待几天，然后在这里感受一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戛纳电影节。对，欢迎。那真挺冷的，今天真的好冷，有点痛苦。对，我没想到这里能有这种天气。对对对，刚好这几天下雨嘛。那我们换到英文问几个问题吧，因为我知道也有在 Facebook Live 上也有一些只说英文的观众。OK， 所以 now we're going to switch to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viewers who are watching on Facebook. So I guess I wanted to ask you, you know, I remember in past interviews you've mentioned that you don't necessarily fit the typical standards of what Chinese people think of as beautiful, Chinese standards of beauty, that you're a little bit more unique, a little bit something different. So I'm just curious, you know, sort of what are those standards in China and sort of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How are they changing? How has that sort of affected your work and the roles that you get? I think every culture has its own standards of beauty, but those are changing, especially in China now.Because we can see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it is no longer only about looks and appearances. The focus is shifting toward talent and ability, and the freedom to be yourself. That makes me happy. Yeah, and I think in every society, the standards of beauty are often set by others, and people end up looking the same, which is such a waste, I think. Yeah. And I want to say we are all unique individuals. We contribute to society by bringing ourselves to the table and sharing, especially in the film industry. I believe audiences love seeing characters and the real people that they can relate with. And I think it is no longer stories about lives of few. And although it's a guilty pleasure,to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Film has the potential to cross borders and tell people, hey, I'm human. I've had similar experiences. You're not alone. And also, I'm so proud to be a part of this community of artists. Yeah. Yeah. Do you think that in China, actresses are subject to a different kind of scrutiny than they are in the West? Is there something unique about what actresses in China have to go through? Yeah.Women who are actors in China are subject to the same standards as women in film in every country. We're expected to be flawless, but again, that's all changing. Instead of talking about the standards of beauty,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talk about the standards of ability, of individuality, of the freedom to be, to move,
That is so exciting. Yeah. That is that what is. I hope. Yeah. For everyone globally. And I guess since this is Caring's Women in Motion talk, I wanted to end with a question about women in cinema and women in Chinese cinema. How do you think women have really contributed to Chinese cinema in particular, and how do you hope to see women contributing more in the future? Women have contributed to cinema tremendously. It's not only about those who working from the camera. I've been lucky enough to work with directors, cinematographers, directors, and producers, people behind the scenes that have proved that the focus is no longer only on masculinity. It's about vision, ability, and experiences and activity. I think women will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the cinema, and we'll just have to wait and see how. Yeah. Yeah. Well, that's a nice conclusion. Yeah. Well, thank you so that's much all for I think. Being here. Yeah. For coming and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Yeah.